你看，说叫我把绳子解开，然后你看现在它是怎样，说这样比较好洗，屁啦，马人是怎样，他一直以为我要攻击他，你看你看，哎，是怎样啦，吼，下次再解开给我绳子给我试试看哦，你看你看，有人这样煮螃蟹的吗？是假戏郎哦，你看动了啦。